收看本期的智慧天下文。大家都知道，电梯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楼宇交通工具，在一些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没有电梯实在是太痛苦了。但是近几年电梯事故时有发生，因此有些小伙伴就疑问了，当发生电梯事故，电梯突然下坠，那么人在电梯落地的瞬间跳起来能保命吗？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是人有那么快的反应能力，在电梯突然下坠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处于失重的状态，也是不可能跳起来的。首先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个厢式电梯必须有扶手，人在落地的瞬间依靠扶手跳起来才会有自救的可能。但是在以往的电梯事故中，从来没有人能够用这种方法自保，因为人没有那么快的应变能力。我们坐电梯能够感受到它超快的下降速度，而当电梯发生故障下坠的时候，它的速度比平时更快。一般在我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落体运动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控制好，人会因为失重带来的压力而受伤。因此如果想要保命的话，靠瞬间起跳是不靠谱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立刻把电梯的每个楼层的按钮都按一遍，这样做能够保证电梯启动紧急制动装置。这时自己要退到电梯的角落，背部要紧靠电梯壁，两个手扶在墙上，膝盖微微弯曲成半蹲状态，这样在突然下坠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靠这个方法让我们的身体在下坠的过程当中更好地得到缓冲，可以尽可能地保全自身。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